我是林中翰，我是一名跑者，同时也是一位视障陪跑员。在某一年的赛事上面，因为看到视障跑者这个角色，然后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也忙而让生活变得非常阴暗，还可以这样子出来跑步，这样燃烧生命，让我觉得非常感动。我们会用一条绳子来当视障跑者和视障陪跑员之间的桥梁，可以透过绳子之间的距离，让视障跑者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左转还是右转。遇到障碍或路不平，需要给他们指引，让他们能顺利通过障碍。在视障陪跑这段旅程中，让我学到，即使遇到困难或者任何挫折，不要那么容易放弃。就像他们一样，并不会因为眼盲了就放弃，就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跑步的过程中，我也很少为了成绩而跑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帮助别人而跑，可以为了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目标，看到他们感动的泪水及笑容，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成就吧。跑步是我最喜欢的运动，可以在喜欢的事情上面能帮助他人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。